扬州茂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污水处理设备的制造与服务型企业，主打产品叠罗污泥脱水机，通常应用于处理二尘池、铺砌池或污泥池直接排出的污泥。配套设施包括一体化加药装置、污泥泵、加药泵。机器采用一体化紧凑设计，整机美观大方，因其节能稳定、自动化程度高等优势，被广泛应用于市政污水、食品饮料、皮革制药等各行各业的污泥脱水。通过管道将污泥与絮凝剂溶液输送至叠罗的絮凝混合槽中进行充分搅拌后，进入主体压挤成泥饼排出。叠罗主体由垫片、游动环、固定环、螺杆和螺旋轴组成，在固定环之间装有垫片和游动环，通过六根螺杆连接在一起，螺旋轴贯穿其间，以独特微妙的滤体模式取代了传统的滤补和离心方式。当螺旋轴滚动时，外围的固油环片相对位移，在重力作用下，水从环片空隙中滤出，而浓缩后的污泥跟随螺旋轴向前移动，随着环片空隙和轴距的缩小，在背压板的阻挡作用下产生极大的压力，达到充分脱水的目的。叠罗内部装有清洗喷嘴，使叠罗具有了自清洗功能，可以清洗溢出的污泥和杂质，创造出良好舒适的运行环境。